然后不小心打开，里面就是对白色粉末。我们频道难得有女性来估车，是不是？了解一下。红色的车从哪里来？我龙潭。龙潭附近这边冷哦、喔。这台要换车吗？没有，我还有另外一台先处理掉。对，几年的车？零次问过吗？哎，没有。这个应该因为我原本只想说把它报废，然后可是家人是觉得说先把它停牌。但是我觉得两台车有点麻烦，刚好附近我也没有车位，因为我觉得它还行啦，状况都还可以，然后就想说有没有有缘人可以再帮我接手他。有缘人那就是有钱人哦。有缘人，有钱人，我就是那个有缘人，终于找到了，我也刚好也在等你。这个方向盘有历史，买新车啊，这台一样中古。中古的接手爸爸朋友的车。朋友的车24万公里，我来看一下。这个都拿那个水彩画的，这个叫纯手工啊，对，很脱漆的，都停外面了哈。对，这个有点裂痕，正常。我们是要用高规格的标准来的，不需要，不需要啊，那也不用看了、大概看一下。哦，方向盘转没有声音哦，代表这是方机是很健康的，没有异音。三门小车，哦，我上次看到这个车好像已经很久了，基本上这个车还可以在路上行驶，肯定是有在顾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木板呢？它是原本是后面有椅子的，然后因为我是跑外送载货用的，所以把它倒掉。载什么？平常？我平常会接接小小外送，开车送。哪一种外送？就是拉拉。哦、拉拉货、啊。哦。对，所以就把它倒掉。那个拉拉货，我们怎么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就是保守顾客的那个隐私嘛，然后就是我们会接单，我们有个 app 可以接单，可是我们基本上不会拆客人的货。如果我叫你去购物品，但我上面不会写，还是会送吗？这样会有风险。我家人送过，他就好奇，因为也是一个年轻人，然后可是他叫的车是大车，就我爸爸的车是大车，他就只是这样的一个东西。然后我爸就是他面交点，就是我要去取货点是 Seven， 然后就他就看到一个年轻人，然后拿着一个信封袋，反正里面就扁的，是扁的东西。然后不可能说你送一个东西，然后就那么近，然后你还要叫一个大车帮你送。我爸有一次出于好奇，然后不小心打开，里面就是对白色粉末，白色粉末，然后加一件 T 恤，障眼法这样。对，反正以前那个他们都那个俗称叫衣服裤子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衣服是什么，裤子是什么？你有听过吗？有听过，有听过。好像是粉，然后好像裤子是什么？衣服就是那个一颗一颗的，裤子是就是粉末的。哦，又给你学到了。那我就好奇了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听人家讲的。现在网络那么发达，私立堆资讯，是不是很多人在拍影片？像做那个多久？很久了，我从20岁做到现在，生意越来越好了，换大台一点。我现在其实也来再别了，感冒药。哦，客人的货、哦。没有。有感冒药、哦。不是。案情不单纯。最近有整理过什么吗？最近吗？好像，水泵壶我换过，引擎外面的两条皮带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大概多少钱？1100。哦，没那么清楚。保养。正常，都正常。对，在你手上3年哦、喔，五年。引擎有修过，多久以前？还蛮久的，我将近1-2年之后就修了。像我好奇一点的，你像那种跟朋友还是家人朋友买的，他开没多久就修了，那会去反映这个问题？不会。那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？就咽下去。就到今天就好，到那一天了。对，就是还是要咽下去。毕竟已经跟人家收了，够蛮多油。试车，哎呀，这老车主要是看会不会压温度哦，加速正不正常，有什么异音，冷气会不会冷？冷气会冷，
只有人怠速稳不稳，现在大概八九百转，水温90，90一百分正常。这个 slow 还算稳定，有点漏油，那个黑黑的油渍，但不到低的，那难免啊，难免啊，那么多年了。对啊，他们讲那个少年放流抓鬼什么，老放流地流卡，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老人尿尿会滴到桥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影射谁啊，这纯粹是一句俚语而已。加速就有点那个咯，腿腿的，不会让你觉得不安全了，至少。对啊。三、二、一。哦，可以了，对对对对。哇。我会强求你收，没关系。你怎么会这样说？你很有兴趣哎、欸。真的吗？你有兴趣？我有。他很喜欢哎、欸。我就是那个有缘人。干不绝口哎、欸！对啊，有缘人是不是很好开，很舒服，不错啊。排气管有触媒哈？哎、欸，有，可是它尾段有换过，尾段有改，对，有改过。OK 了，啊，直接表情变了，我刚刚聊得那么开心，我直接好，我自己停牌，停牌，停牌干嘛？等什么？嗯，有缘人。很有缘人，我现在有缘人啊，缘分尽了，缘分在刚的30秒之前就已经就停了，瓦解了。来，兄弟们，这台2003年的 Lupo， 有兴趣的，我还有很多这种类似的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因为你每天都在讲什么歌都有歌，哎、欸，他们就想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有收是有收啊，我也想收，有时候就是。差那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差那一里路，你确定要让他差那一点吗？这很大一点。以上还有车要卖，要买的都可以跟我们联系，全省服务。OK， 来吧，哆来咪吧，收了。关注李老板，咖啡去用改。